经他收过废品，修过自行车，现在他竟然想用自己发明防盗锁来挑战开锁大师，他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故玉》。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好，欢迎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我是主持人丁西，在这里啊，丁西给您拜年了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以前啊，常听老人说啊，他们那会儿都是夜不闭户，可是现代人居家首先要考虑的安全问题呢，就是防盗门。在一定程度上，防盗门就是家里的守护神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您介绍这位发明人呢，他就发明了一种防盗系数非常高的防盗锁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有着怎样的发明故事呢？顾玉，1967年出生在江苏省泗洪县下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家境贫寒。顾玉读书到初中就主动退学，想帮家里分担压力。有酒瓶、罐头瓶哪来卖啊？有废品的哪来卖啊？顾玉骑车沿街收货，生活逐渐被收废品改善后，他却决定另起炉灶。虽然这个收废品也能赚点钱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发现这个必定不是什么有技能的活。我要想立足于社会，我想学点真才实学的东西。为了既能挣到钱又学到本领，顾玉转行开始学习修自行车、配钥匙、修锁。顾玉在路边摆了一个小摊儿，找他来修车的人越来越多。可是接触的人多了，很多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自家的自行车经常被偷，自行车锁根本不防盗。听大家讲的故事多了，顾玉便萌生了一个念头。我在想呢，我能不能用一种方法设计一把锁，让这把锁我自己也打不开，我也一定把它做出来。有了初步的思路，顾玉找到一位技术工，让他帮忙将自己设计的防盗锁加工生产出来。徐师傅，今天又来麻烦你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徐师傅，今天来麻烦你啊，我想请你给我这个设计，就是呢，给我加工一把这个防盗锁。我的想法呢，就是呢，想让它撬不开、搬不走，还能够防万能钥匙。这个你这个恐怕有点难度，我帮你想想办法吧。行啊，我来里面，我给你具体给你讲一下。好，这是锁芯，这是锁杆，这是这个软锁啊，这是锁架。顾玉发明的自行车防盗锁比普通防盗锁内部多增加了一个弹子，锁体外部密封，保证锁无法被撬。在锁外部连接有软管，可以同时将自行车拴在固定物上，增加防盗系数。哎呀，徐总，太好太好，已经做好了。我准备送给你的。挺好的，这个感谢你。我抓紧时间拿回家，跟我家人也给他看一下。啊，你快去，快去，去。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。我第一次看到了我发明的锁，这个我拿在手里，我特别高兴。我在想，这从今以后，大伙的自行车就不会被盗了。带着激动的心情，顾玉兴冲冲的跑回家。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！我看把这个锁，我整天熬夜把这个锁已经搞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，先让你给我评价评价。这个呢，我这个锁呢，有三大特点：一呢，它可以让它撬不开；第二，我可以让它搬不走；第三呢，可以防万能钥匙开。啊，你看它这里是没有缝隙的啊，它是没法撬的。你再看这一块，它这个锁，它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
他可以把这个，他可以好好干你的老本行就行了，搞你干什么呀？你们相信我，我就找几个亲戚朋友来试一下。这个你是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，啊？好吧，那就来搞，现在试啊。你们看，你是可是相不相信我？我看肯定有的，这个我就相信我的。神经病。老顾造这把锁是整天不吃不喝的，花了好多钱。如果这把锁要好做，别人早就做出来了。老顾倒不如回家修自己车算了。满心热忱，却被妻子泼了凉水。顾宇决定让朋友们都来试试这把锁，希望得到大伙的肯定。石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什么事？这个我呢，跟你说说呢，我发明这个锁啊，我想给你安到你车上面，让你试一下。这个这样子是吧？嗯。那这完了，前面有自行车拦上了，自行车拦的。你看，看能给我改这个？行啊。你给我看看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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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盗锁，朋友觉得很新奇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让顾宇把锁安装在了自行车上。你这锁跟别的锁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以前常规的锁啊，它这里有缝隙，一要有缝隙用个这个螺丝刀一别，就把这个锁芯啊就把它别开了。这个锁呢就是这样子，做好了啊。安不安全啊？这个绝对安全啊。这万一要被偷怎么办？如果要被偷走，我赔你10辆。哦，好不好？对。好。对。好。紧接着，顾玉又带着防盗锁来到了第二家。来，老陈，这个自行车就在外面了。自行车在外面了。在外面，哪个车是你的？这个车是。是。走，我给你这个带上那边，我给这个锁啊，给你试一下，看看这个用上我的锁，这个方不方便，防不防盗。这一次。顾玉让朋友将自行车停靠在路边的铁桩旁，一边安装，一边还不忘提示防盗锁能让自行车搬不走的特点。这个门就是给它固定在这个柱上面。对，这个比较安全哈。对对，这个呢就是把它轮子锁上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钥匙给你啊。虽然答应了来试用防盗锁，但是朋友仍然对此不屑一顾，转身走掉。顾玉发明的防盗锁到底能不能像他说的那么好用呢？这两辆自行车就担当起了检验效果的重任。一段时间过后，顾玉前来询问使用情况。石老板，这两天锁用的情况怎么样？哎，蛮好的，质量还可以。挺好。别的以前那个质量吧。这个如果你用的满意的话，这把锁就送你了。好不好？那感谢了，感谢了哈！谢谢，给你钱嘛！哎，不，你就好了，以后这个我多宣传一下就好了。那谢谢啊！好，再见。好。看来这位朋友对防盗锁很满意，那第二家情况如何呢？哎，老陈，这个这两天那个锁用的怎么样？挺棒，挺棒的。啊，这个。车都在这里。哦，是哈。啊。哦，那好，那好。对，挺安全。对，那你如果用的满意的话，这把锁就送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送你了啊。用好了以后，给我好好的宣传一下，叫一下，好，好的，好，来。我把锁发出去，大伙用的很好。我下步的计划呢，我想找了一个投资的，把它生产出来，并且把它销售出去。顾玉发明了一把防盗锁的事情在朋友周围很快就传开了。这天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家中的平静。哪个啊？我老同学。哎呀，你好，老同学，你好，哪个都把你过来了。我这个来请坐，请坐，发明了新的一把新锁啊。哦，你来看锁了？哎呀，太好太好！哎呀，哎，行了，这就是我发明的锁。哦，哎，来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
这把锁也非常蛮稀奇的嘛。他这个锁呢，他撬开搬不走，还能够防万能钥匙，哎，特别好弄。你把这锁说的这么好，我兜里有点钱，我给你投资，我们干一把。那好啊，那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嘛。你这说好，我都听别人讲的，投资不是小事情，你想我怎么相信你？这个怎么相信？这个当然我自己知道打不开，我也开了多少次，但是怎么让你相信？你看这样好啊，说，我们呢，这个找几个这个找十个八个那个开锁能手，我们让他开一下，如果打不开，这不就证明他是一把好锁吗？如果要是打不开，那你挣那个投资嘞？啊，对，我投资。好不好？那个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俺们现在俺就走来，俺们走啊，走，啊，好嘞，你来太的时候了，啊，来太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走，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了。我这位老同学，他在外边闯荡了多少年了？他做点小生意，这个手里也还算有点积蓄。如果他真正能够和我合作，我想这完全是一件美事。我只是听说有这个发明，能不能放到，能不能使用，我得看到实际效果。或者投资不是一个小事情，我不能让我的钱打水漂。投资这事儿正好切中了顾玉的心里。为了把握好这个机会，顾玉从县城邀请来十位开锁师傅，让他们来挑战防盗锁。各位师傅，我听说你们都开锁比较厉害，啊，这个今天呢，请你们大家呢，是吧？这个用心开，是把最好的技术发挥出来啊。如果今天你们把这个锁打开，啊，我呢就是要继续在改进。如果打不开，好不好？这个今天呢，我这个是我的老同学，好吧？今天给我投资的，啊，这个今天呢，大家今天来了，好吧？就要拿出最好的本事，拿出最好的技能来啊，来验证一下我发明的这个锁，是不是真正的防盗？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，我听说你们都是开锁大师啊，开锁高手。今天哪位师傅能把我锁打开？谁能打开？我。哦，都这么能啊？是吗？我这可是新发明的锁哎。师傅，你能把我这锁打开吗？这个肯定能，懂吗？师傅，你开了几年锁啊？今年一共干了五年了。啊，你拿什么开的锁啊？这工具自己平常的开锁工具，懂吗？开锁你有把握吗？肯定有把握，因为我干了这么多年，懂吗？对锁了解比较少，懂吗？哦，这个你很有信心把这锁？肯定有，但是呢没有啊，没开开的锁。好，你尽量把这锁开开。OK， 好。师傅，哎，你好。这个有信心把它打开吗？这个锁挺普通的嘛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哦，这个里面内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。你这个正常要打开这把锁的话，按照你常规打的话，正常多长时间可以打得开？我刚看了一下这个锁，普通的锁的话，像这把锁，五分钟之内我肯定能给它开开。是啊。对。是，那你今天好好的发挥一下。今天要拿出最好的成绩，看看给我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应该没有问题。走。各位师傅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吧。好。什么我知道举行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有这个失败的结果，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锁。最关键的，我想借此机会想证明给大家。我想叫我的老同学信任，他信任了，他能够给我，他就能给我投资。虽然之前朋友试用的结果让顾玉很满意，但是这次邀请来专业的开锁师傅，顾玉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打鼓的。号称撬不开搬不走防万能钥匙的防盗锁，到底能不能防得了这些师傅们呢？你感觉这个锁房内部结构跟那个普通锁不一样啊？对，那个一个比较复杂一点，可能是不能防开。我同学，你看他们都没有打开吗？来，我来看。我们上去看看。好。哎，
怎么着？咱不想五分钟把这锁开开的吗？我小看这把锁了，刚刚以为感觉五分钟肯定能开开的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看到这个锁性内部结构的话，跟别的普通锁不一样，我感觉。你以前看过看没看过这锁？以前这种类似于像这种这个锁的话，我开过的，但是它应该是这个内部结构被它改装过的，我还不好开了，感觉。哎，再找啊，用把它进来，把它开开。行，我再来尽力哈。对，拿出最好的成绩。哦，好。哎，师傅。哎，你开过看没开过这种锁？就是我开过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锁好像不是我开过那种锁吧。哎，你是不是这工具不行啊？也不是，那换一下不可以吗？不是，这个工具吧，开锁就是几样工具的嘛，该用的都用过了嘛。这个锁可能是内部比较构造吧，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一点。你这目前这些工具肯定是不行的。啊，你加把劲，把进来把它开开。嗯，好的。我看现场的师傅都蛮有经验的，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。他们还没有把这把锁打开，我想都给他们一点时间，说不定真能把这把锁打开。看样子，现场几位年轻的开锁师傅对这把防盗锁力不从心。那么，有多年经验、年纪较长的开锁师傅进展如何了呢？哎，师傅你好。也没打开。就是的，还不开。我在老家那边，就是别人开不了的锁，一般都请我去开。我认为，我今天听到你们这边有开锁比赛，然后呢，我就想来挑战一把。我到的时候，我看那个钥匙很普通的，跟那个普通的挂锁啊是没有什么区别。我认为，在我来讲，以我这个一二十年开锁经验呢，应该在慢的就是三分钟，快的我认为几秒钟都还能开。结果开不开来，真丢人呢。确实是你解锁，不好意思，真干不干，没办法。一把小小的防盗锁，不仅让年轻师傅为难，更是让有经验的老师傅倍感无奈。难道大家都要这么放弃了吗？老同学，你看现在这个四个开锁能手，他们都没有打开我的锁，看来是把好锁，我给你投资。好啊，请你能够尽量给我多投一点。行，先生产5000把。看看市场怎么样？太好了！实在感谢你！我们今天就这样成交啊、我们再继续好好的策划一下。啊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有这样的结果，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。我现在我对以后防盗锁的发展，我充满了信心。顾玉发明的防盗锁顺利挑战了开锁师傅，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更赢得了和老同学合作的机会。他们一起参观选址，最终选定了一家机械公司，计划第一批先生产5000把防盗锁出来。太好了，哎，是。几个月后，防盗锁生产好，被物流发货到家了。顾玉和老同学激动地跑来验货。太好了，好，哎，货到家了，哎，车子到了，哎呀，万，哎呦，这都是我的，啊，说这个是不是我们锁啊？都是你们锁，啊，是我们锁是吧？哎，好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好啊，来走，哎，哎呀，太好了。你看，外漂亮哈？哎，对，漂亮，蛮漂亮。嗯，质量也可以哈。哎，我们打开看看质量怎么样？打开看，打开，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盼望多时了。这个，看的产品到家了。产品这个，看到了整箱的防盗锁，顾玉欣喜若狂，但是他的神情突然凝重起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这扫通报员。哎呀！哎，老怎么的？哎呀！太，要不是啊。
试看，我再来看看这下，这下，嗯，哎，怎么是红红的这个？这个可能这个索性里面这个刷头啊，长了一点。你看开呀、啊，你看开，开几下子这才能出来一次，啊，这里面这个索性啊有个配件长了。那我们这批货都这样子买？根据这样子的话，应该都是这样。不可能的，我们好选我选了这个厂家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呢？那是啊，那这只能找厂家看看，找厂家看看理论那个理论一下吧。那这样吧，那反正如果像这样的话，这个一个是为了降低成本，还有点为了抓紧时间。第二点，我自己修点，我自己心里面踏实一点。啊，那好，那现在公司你辛苦啊，我去找厂家。当时我发现部分锁有问题，我想这还不算问题，但是我检查多了以后，发现好多锁都有这问题，我在想这样的锁肯定不能卖给消费者。顾玉决定把这5000把防盗锁带回家，自己重新修理完善，让消费者用到一把实实在在的好锁，保证车辆的安全，经得起时间考验。一天天过去，防盗锁终于都被修好了。顾玉把锁拿到县城里的5金级锁具零售店，开始投入市场进行销售。他挨家挨户地介绍着自己发明的防盗锁，坚信这样一把同时具有撬不开、搬不走、防万能钥匙的防盗锁，肯定能在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，获得消费者的青睐。防盗锁一上市，确实吸引了一部分人的目光，但是时间久了，这防盗锁的销售情况是否能如顾玉当初设想的那么好呢？一开始啊，这个销量还不错，哎，这个我相信啊，我在想，这个5000把锁卖的肯定不是问题啊，但是慢慢的我又发现卖不动了，我感到很奇怪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哪里是出现了问题呢？为了一探销量下滑的真相，顾宇前来了解情况。哎，王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最近这个锁卖的怎么样？哦，这锁一开始卖的挺好，后来就不怎么样了。卖不出去的是什么原因呢？哦，这些锁和那些锁的外观都差不多，没什么区别。哦，他说和那些锁都差不多，价格很高，他们都不接受了。从外观上面看，没有什么。外观跟那些普通锁都差不多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当初满心欢喜生产的5000把防盗锁，只销售了不到一半就无人问津，现如今都成了堆在库房里的废铁。顾玉只能望着他们，一声叹息。话说啊，这防盗锁呢投放到市场之后啊，销售情况呢和老顾原来设想的大不一样，这分明就是一把撬不开、搬不走、防万能钥匙的防盗锁呀。可就是因为从外观上看起来和其他防盗锁呢并无两样，所以在消费者眼中，它也不过就是一把普通的防盗锁。看来啊，想要赢得市场，首先要摸清楚消费者的心理习惯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为了让防盗锁不仅具有防盗功能，也能让很多作为外行的消费者从外观上就对锁产生信赖，顾宇决定一定要从锁和钥匙的形状上做出新意。他钻进自己的小实验室，重新投入了设计。几个月之后，新一代的防盗锁就发明出来了。顾玉发明的防盗锁在原有钥匙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长度不同的异形弹子。当钥匙插入锁孔后，不仅需要钥匙本身与锁芯匹配，还要求4个异形弹子与锁芯内部的4个调节轴相吻合后再将钥匙开启。而顾玉还在锁芯正中间安装一个万向调节轴和伸缩弹簧，两者和弹子结合，形成一种防盗功能。当所谓的万能钥匙进入锁孔时，就会被牢牢地套在锁芯中。做了这么久，终于把锁和钥匙都做出来了，
这次的锁的外观和钥匙都大不一样，我相信这次肯定行。新一代的防盗锁是发明出来了，那它的防盗系数究竟会如何呢？顾玉找上次开锁技术特别好的老师傅来验证一下。张师傅，苏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上次您那个锁我没开，来到现在我心里面都有个疑问，这次又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就搞一个新的锁，想请您来给我指点指点。特别是今天只能看看嘛。想想你不要给我破坏的了，你不能用什么方法？你看看用技术给你开，好吧？你这样能够打开来，好吧？如果能够打开来呢，我再改进；你要能够打不开来呢，我就更满意了。你看看还有什么新意？你这锁就不一般了。哟，这钥匙这么厉害的，我到现在没看过这种钥匙。这个锁我估计上次那锁我都开不开来，这次我估计也没有多大把握，我只能试试看吧。你拿着你最好技术好。对，你也不要对我留情。对，你能够开开。我要把我最好技术展现出来，还能留情呢。哟，这锁好奇怪，里面看着很复杂，我得戴个眼镜来看，仔细看一下吧，看看到底这里有什么奥妙。仔细观察了防盗锁的外观形状，老师傅决定先用最常用的十字开锁器来尝试，这一次他能开锁成功吗？你都不好塞的。塞进去了，来试一下之后。哎呀，卡住了，拉不出来喽。哎呀呀，那什么锁能给我工具卡死喽？这麻烦喽，这个。一般锁就非转动它才能卡到的，现在就没转，因为我不动就卡进去了。你是出乎意料的，我是心有数。我认为是不碍事的，结果也卡的拿不出来了，这麻烦事了。还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拿出来？你看这样一推的话，在前面这个自动调节座啊，它就退回来了。退回去了。对，你看一退回来以后啊，之后再一拿，这就出来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对，你就是其他的工具，可以说你也是开不了的。不妨呢，你也可以试一试。我用挡管试一下呗。挡管，看这个几率不高，但是还是十字好，因为这十字搁里面就卡住了，我现在只能来用挡管试了。刚才用到的十字开锁器主要针对大多数门安装的十字形锁具，而这种开锁器一插入锁芯内部就被卡在锁芯里无法工作，看来这招不灵，老师傅只能尝试用另外一种开锁器看看能不能再将防盗锁打开。把塞进去的东西挡给我放进去，别的又塞进去，别的塞进去挡给我放进去。那就是不管卡了重重障碍啊。卡不了，你这个锁我是无能为力了，卡不了。是重重障碍，它因为它有九个方位啊，它都有防盗点了。那你要开回来，那我心里就放心了。这个锁以我这个多年开锁经验判断，你这个锁我开不了，我估计很难有人能开来了。因为我自认为技术还算可以。关于顾老板这个锁啊，我以前也是听人说的。有这个腾出万能钥匙的功能，其实没见过，今天一见到这个锁，我只认为它这里面有个盾，哪知道它这里面有个猫，结果呢它盾既防住了我的这个万能工具开它，而且它的猫还把我的万能钥匙给戳上了，坏了。它这个锁确实是个好锁。那行，那我心里面就踏实了。那我这个回去以后啊，那我就得抓紧时间给它生产出来。好的，到时候销售出去，到时候也让你赚点钱啊。老师，我给你做代理。行，老师，你给我做代理哈。好，有时间再来，以后再有好的拿来我看一下子。好的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这之后，顾玉报名了中央电视台《我爱发明》栏目，并参加了《发明梦工厂》的录制。节目一经播出，顾玉的防盗锁众人皆知。我的发明口号是
锁东之王，保驾护航。以前呢，我都是低头弯腰的去找着别人，现在可好了，现在呀，就是都是别人来找我，并且呢，这个有时候啊，我忙着一天，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。虽然节目播出后，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来找到顾玉，但是顾玉觉得，既然之前已经和老同学有了合作的计划和经历，就不能自己转身再去找别人。顾玉和老同学一起创办了公司，并以老顾的名字给公司命名。这天，顾玉来到税务局，准备给公司办理交税业务，却得知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。你看，有把住下的文书和文件都有，已经住下了，没有了。他应该通知我一声嘛，他也没给我说。我们这个信息来自于相关的前台信息，是没有错的，对。他这个突然把名字改掉，我确实不可思议。管那我得去找我那个找那老同学，这个你再去核实一下怎么回事，你去看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那你再去看看。好，好，慢走，慢走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慢走。原来是一起创办公司的名字被修改了，顾宇赶紧来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哎，哎，别走。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啊，你那个跟那个厂名字改的了，你都没告诉我噻，给我说一声给你。改厂名有响是吧？我没拿那个奖。你看这样子，如果要是那点你提前改了，能不能再给他改回来呢？名字已经改过了，我不可能再改回来，你看怎么办呢？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够合作了。这个呢，那就是呢，这个你走你的阳光花，我走我的独木桥吧。那行吧。那我走吧。好。我原来呢，我是特别相信他的，是吧？就是呢，因为我们也处了多少年，都是老同学，是吧？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他，是吧？不会能出现这个事情，啊！但是出现这个事情呢，我在想呢，这样子他呢，这是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是吧？这是我确实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惊讶的，他是名人了，出了名了，名和利最起码有我一样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原来还是并肩作战的朋友，现如今只能分道扬镳，各立门户。放弃了公司，顾宇四处打听，认识了一位技术工人，决定从零做起，让技术工将防盗锁都加工出来，自己再想办法去销售。可是这样就要求顾宇必须把防盗锁的所有技术关键点都交代给对方。我既然找了他，我就要相信他，我就毫不保留地把所有的技术都告诉他。我告诉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产品能够把我的锁能够销售出去，能够让他在做图纸的时候，还有在做零配件的时候，能够更完全地吻合到一起，能够把产品能够做得更好。所以说，我就毫不保留把所有的技术全部都交给他了。防盗锁开始投入加工。这时候顾宇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声称可以投资生产，但需要顾宇提前垫付10000元押金。可是顾宇的钱已经全部都放在了技术工生产上，难道需要自己去找别人借钱吗？在我们那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如果借钱呢，如果要是两口子一起出去呢，就容易借到钱。一个人出去借钱呢，很就是别人很不相信，并且呢，我家属呢，他又平时呢，他就不支持我搞这些的发明创造，所以说要想和他一起出去借钱，真是难上加难。10000元虽然不多，但对现在的顾宇来说，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。他不想放弃这次的好机会，犹豫再三，决定将这事儿先瞒着妻子。去找二哥借钱，看看能不能帮他一把。谁啊？老范。哎，二哥，家长好。啊，好啊。就
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当年你要能给我借一万块钱过年的话，哎，我就能借完，我就能过了。现在这样呢，就是说你那个投资，你觉得是真的，但是我有点不太踏实。你会不会拿着钱去赌博或者去玩玩就算了？这个哎，请你放心，我赌钱肯定不会赌钱的。哎，桂林嘛，他的这个修车他又忙，他的老婆来，我估计这个你能支持我？支持是支持的，但是你要对家里很注意，责任重要。这个你放心。那个你点一下吧。我能够相信你吗？那你要谨慎使用哈。行，我这个我有钱我就还了哈。那你慢点啊。放不下对顾玉的叮嘱，二哥二嫂还是决定给顾玉支持。有了二哥二嫂的帮助，顾玉拿着10000元如获至宝，赶紧回家背起行囊踏上旅途，势必将这笔生意一举拿下。我当时到了以后呢，我就把10000块钱拿出来交给他。这个交给他以后呢，这个过了一两天呢，我听他的说话的口气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几天过以后呢，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。我这样呢，这样一来呢，我这个借来的10000块钱呢，又打了水漂。没想到这趟出门竟遭遇了这么个结果，顾玉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只能灰心丧气的打道回府了。可关键是，借二哥的钱没了，一走这几天空手回家，又该怎么给妻子交代呢？眼看到了家门口，顾宇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个好主意，来瞒天过海。你今天咋的？有钱呢？你老实讲实话。钱在。在哪？我看看。我不跟你讲，你早知道也要知道。你快讲啊！对，这个跟他骗了这个。我怎么跟你讲的？骗子！我怎么跟你讲的？先骗子了，我今天怎么跟你讲的？啊？裤子勒死的，就骗子了，你看。离婚？离婚当然不行。我当时也没有想到，让他生气能有这么严重，啊！我在想呢，实在他能够不离婚，他要求什么条件，我都能够答应他。你要不同意离婚呢，你小孩子不要再搞法律了。行，这个实在不离婚，我就不搞法律了。讲话的早说的。行嘞，这个管。虽然答应了妻子，但是之前安排的技术工人还在给自己生产锁，几天不在，顾玉来到工厂想看看情况。哎，老顾，你还开心了？来，赶紧去，你那么车间工人跑了快。不可能吧？你赶紧去，真的，你去看一下。我不相信这个事。赶紧去看看，啊。工人都跑了，顾玉赶紧冲进来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。空旷的厂房，满地散落的零件，顾玉大脑一片空白。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他们告诉我，我的技术人员和几个工人，他把我的技术完全学去了，他们另起炉灶了，这样呢，他们就完全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顾玉没想到自己出了一趟门，不仅把借的钱被骗，回来后
竟然连技术工人们都背叛他而去，顾玉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但是顾玉一心放不下防盗锁，只能偷摸着在半夜爬起来继续研究。他觉得要想让防盗锁走进千家万户，就必须找一家信得过的厂商。顾玉这回仔细了解情况，挨个联络询问，最终终于锁定了一家生产商。哎，周老板你好，宝宝可以看到是吧？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，我看中这家这个生产锁芯的厂家。我一看呢，他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生产这个基础，并且呢，我看他也很有实力，所以说我就选择他家，让他家来给我生产。得到对方的许可，顾玉赶紧前往浙江温州。老顾这一趟出门挑战可以说是人在他乡背水一战。虽然呢，作为一名发明人，老顾对自己的防盗锁呢充满了信心，可是有了之前这么多的波折，对于这一次能否得到朱老板的信任并且投资生产，老顾多少还是有一些心里没底的。那么他这一趟的行程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周老板你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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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我带个锁芯子来给你看看，看看你这边能不能把我生产一下，你现在这个看看有没有市场。这个锁还比较奇特，因为防盗系数还比较高，你看看我们厂能不能帮你做，先看看我们厂再说吧。啊，那太好太好了，那太太好了，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我来看看。要想有良好的合作基础，朱老板并没有着急对防盗锁表明态度，而是让顾玉先来了解自家工厂的生产实力后再做决定。老顾，你看我们这次怎么样？哦，你这个锁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厂给你生产怎么样？太好太好了，我早就盼望有这样一家的公司来给我生产这个锁了。那你这个属性怎么样让我幸福？我们企业是一定要目标的，你必须要投资500万，但是我们有回报的，对吧？是的，你提出来这个是，你让我想一下。嗯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周老板，这个我锁已经带来了。你看呢？你这个当地好吧？你认为这些开锁技术最高的、最好的，我们不妨呢，你呢能够把这些人邀请过来，跟我们的锁呢，给他开一下看看。如果他们要是能够打开来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说明呢我要再改进。如果打不开来，这个不就说能证明这把是好锁了吗？可以，我认识好多开锁大师，都是全国知名的，我把他请来下午挑战一下。如果他们真打不开，我们就轻易合作。好的好的，行行，好的，好好好。朱老板说的有道理，投资500万不是儿戏，这把吞吃万能钥匙的防盗锁究竟能不能顺利进入生产渠道，获得正规公司销售，今天的比赛至关重要。顾叔啊，你看，这都是我请来的大师，开锁大师，你看一下，你的锁能不能经得起他的考验？哦，温州顶级的。哦，越是顶级的越好。这样呢，能验证一下我的锁啊，那个到底能不能经得起他们的这个考验？顾叔啊，你看这位高大师，还有这位吴大师，都是我们温州顶尖的开锁高手。你看你的锁能不能经得起他的考验，他们的考验？哦，你们都带了什么工具啊？工具我们很多的。嗯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开锁工具，家里还有很多啊，到处都是工具啊。哎，你们这是什么锁啊？你这个工具和我工具都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对，我用这些工具，我自己都试过了，反正我是打不开。打不开。对，我估计你们肯定也打不开。哦，那我们也只能试试看，哇。对。啊，你们要拿着最好的成绩来，哎，你们打开。你们造最好的锁，我们用最好的技术，能不能把它破掉啊？师傅。啊。你开了多少年锁了？我开了7-8年锁了。哦，你以上看过见过这种锁吗？这种锁我没见过，但是你这种锁也是十字锁吧？我看你这工具啊，你这工具我这个我这个专用的，放进去一拉，你这个就完事了，是吗？嗯，今天好好这个挑战我一下，好的，拿出你最好的技术，好的，我今天就挑战一下你的锁，好的，
你见证一下我这批师傅厉害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这还有杀手锏呢。啊？什么杀手锏？灯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他们开完了，我们再来。是吗？好，开始吧。师傅们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。为了真正检验出这把吞噬万能钥匙的防盗锁的厉害，朱老板从市里邀请来20位具有实力技能的开锁大师，大家都想要借此机会大显身手。但是没多久，其中一位开锁师傅却遇到了难题。朱老板，过来一下，这个卡住了。啊？过来一下，这个卡上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开了好多年的锁都没有，这次怎么卡上了？怎么会这回事啊？拉不出来嘞。这什么问题嘛？哎，真的。啊，顾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过来看一下。这个就叫吞噬万能钥匙的防盗锁，他现在把那个开锁工具啊，把你没收掉了。哎，对，你要是硬拽你也拽不下来，哎，你不能硬拽，啊，你要想把它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啊，你看，你用这样一个小铁条是吧，送到这里面啊，朝里面给推一下，你看哈，就用这种意思，朝里面一轻轻一抵一下子，它就出来了，听到明白了？明白了。啊，师傅，你再努力试试看。试了很久了，就是打不开，我放弃了。那麻烦你休息了。好的，好的，休息。哎，吴师傅，对，你这怎么样啊？都大半天了，怎么反应啊？是有点难开，你这个锁钻得好。是有点难开，能不能打开？那我也只能慢慢试试看呢。你用多少个工具了？我工具用过很多嘞，单钩、十字、专用，什么都用过了，就是有点难开。我听说你要看家门铃嘛，还有这个绝招嘛，把绝招拿出来搞一下。绝招现在还不用，先试试传统的。哦，有难开，再努力吧，加油吧。好的，好的。虽然大部分人都已经显出无奈，但是仍然有些师傅不愿放弃，他们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都想成为成功挑战防盗锁的第一人。问吴大师啊，怎么样啊？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这个有点难开啊！这你今天这个新产品。加把劲啊！今天一定要把它打开啊！可能有难度，打不开。你是准备要放弃啊？怎么了？对对对，你这个确实要放弃。你们怎么样啊？大家有能打开吗？打不开。没有。都没有啊。知道吧？你看我这锁厉害吧？别高兴大家，我就请我的杀手锏了。啊，杀手锏？是吗？有请张师傅上场。张红军老师，他是锁业界免用锁这一块是最知名的，他开锁已经开了40多年了，为好多锁厂他都是技术顾问，而且他是生产开锁工具的，他每一个地区的没有哪个地区不认识张师傅的。张师傅这么远请来，如果连他都打不开，证明这个锁防盗级别已经很高了。哎呀，你好你好，怎么把你请来了？这个，我，你，我是不是不敢不知道该怎么说？怎么把你请来了？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！张师傅你好你好你好，哎你好张师傅，顾师傅，你看我的请来的师傅怎么样？我重量够重量了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把他请来了？他是全国最有名的最有名的。他是十几个锁厂的这个技术总监，这我心里现在可真没有底了。这个他在请你师傅这个多给我们指点指点。我来看一下这个锁。这个锁呢，如果按照用以前老的工具啊，单钩呢，以前他们开十字锁用黑金刚啊，用单钩啊基本上可以开，但是呢这个用黑金刚用单钩啊，这些呀、都会卡住。这个锁呢，测试一下，看看用暴力工具怎么开得了嘛。如果开不了了，这把锁就做到真正的，真是吧？能够防盗。今天我就拜托你了，把它打开。那我来测试看看，好吧？开锁第一人张红军先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盗锁，
也表现出大吃一惊，连他自己分析判断都觉得技术开锁无从下手。在锁业界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入户小偷不仅能掌握技术性开锁，有时候甚至会动用暴力方式。这次张先生就来用终极方法测试一番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但是再想想办法把它打开。嗯，没办法，没办法了。一开锁工具当中啊，都没办法把这个锁打开。这锁的防盗性能是这个。可以。有你的见证，这把锁不错，不错。还可以。哦。看我们下一步计划怎么走。好啊，听听我们下面看看怎么计划。下面怎么？一组合作成功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好好。谢谢你，张总。谢谢。不仅赢得了比赛，顾玉更是赢得了和朱老板公司的合作。曾经，顾玉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让自己发明的防盗锁为千家万户保卫安全。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与波折，现在在朱老板的帮助下，他离梦想越来越近了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想法呢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。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您收看我爱发明，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马铃薯好吃不贵，可种植马铃薯可是难坏了农户。怎么才能把一块块的马铃薯种播种到地里，同时还盖好地膜呢？发明人吴红珠能否攻克马铃薯种植难题？他又能否稳住人心，让发明事业蒸蒸日上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进击的达人之吴红珠。